大家好，欢迎收看，我是金钱豹，带您了解金钱背后的故事。大家好，我是伟杰。那我想这一次呢，我又没有到现场。那我想其实最主要还是有疫情的考量，然后毕竟外面这个受影响的人越来越多，所以就没有到现场跟大家就一起互动。虽然说我也是在线上跟大家互动，没关系。那我想我们就直接的跟大家去分享现在目前整个美国股市或者是美国经济的一个状况到底是怎么样。那现在市场上都在告诉各位一件事情，要升息冲击经济成长。大家要了解这个标题基本上它就是有问题的。大家知道，升息其实不是冲击经济成长的原因，是因为通货膨胀去冲击了经济成长。过度的通货膨胀冲击经济成长，为了要压抑通货膨胀，央行去升息。那你因为你央行不可能知道通货膨胀会膨胀到什么程度，所以你就在它还没有被压下来之前就一直不断升息升息，但你有可能会升过头。那升过头了之后，当你一看到哎呀原来通货膨胀不会再冲高，那当然你的升息过猛或者是升息过度就会造成经济成长的一个衰退。这个应该不能说衰退，压抑到经济成长的一个速度，那所以其实我个人认为，其实大家看到那个新闻面的重点，你会看到，有时候我真的看这个标题，也真的是很好笑。你就知道一看到标题就说啊，这没读书，你知道，就是你知道看到这种东西，你就知道到底你知不知道相关的起承转合它的因果关系到底是什么，你不知道，那所以你就乱下。乱下呢，市场上的投资人呢就被你吓到，所以其实我对于很多媒体下的标题，都是非常的感冒，所以我才会跟大家讲，当你每次看到媒体在告诉你的任何的讯息的时候，你一定要进去它的内文当中去看一下，而不是只有看标题，因为现在台湾人很习惯，就是用那个所谓的什么秒懂，然后一张图告诉你哦，只有鸡这种东西，基本上都是一个坏习惯，所以大家一定要习惯把内文看完。那看完了你也不是全部都说 OK， 他讲的就是对，不一定哦，因为他有时候会传递他想让你知道的讯息，大家就知道翻译过来叫做他有可能是只揭露了片面的讯息而已，他有可能后面有负面因素但是他不告诉你，所以其实现在媒体都是这样，那当然处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对于任何的消息来源大家就一定要更加的小心，因为它有可能会传递一些很奇怪的讯息给你，然后你就会造成误判。那误判如果你是一般的这个民众，你可能就觉得啊看一看笑一笑就过去了，但如果你是投资人，你很有可能会因为这样子的一个讯息做下了错误的投资决策造成损失，这个一开始我就要先跟大家讲，看到这个标题呢我就哈哈 哈先笑三声，那所以我想在美国第一季的这个 GDP 出现衰退的这个数据公布的背后，其实我们在去年的第四季就已经透过美国的零售销售数据的衰退，再加上美国的 PMI 采购经营指数，制造业的就已经先跟大家讲过第一季美国一定会不好，一定会出乎意外预料之外不好，因为大家都觉得美国应该经济会延伸嘛，就是经济好的状况会延伸，结果公布出来呢符合我们的预期，等于是帮我们在过去的预期做了一个验证。所以在这边呢我又要特别提到一件事情，这个就叫做时差风险，这是我们等一下在付费版当中要跟大家讲，我先在这边做个预告，如果你有兴趣的，你就自己知道该做什么。所谓的时差风险就是你拿明朝的剑斩清朝的官这种概念，你拿过去的这个结果来去预估未来，这完全就是一个错误的一个东西。所有任何的定价都是在反映未来，所有的股价都是在反映未来，这句话是现在金融市场上面的一个依据的一个标准跟准则，也是都是这样子的 run 的一个下去的一个状况。
所以绝对不可能有什么你看到现在公布第一季财报啊，它股价跌成这样，有一个补涨行情，那是无可能的代志啊，该起的拢已经起了啊啦，啊，即卖股价在落吼，它代表什么？代表未来不好啦，哦，所以这个就叫做时差风险，哦，那现在的时差风险很严重哦，哦，那我还是跟大家讲，以现在目前的这一则新闻，美国第一季的 GDP 衰退 1.4%， 现在已成过去，因为它是公布第一季，它只是在验证什么？验证我们在去年第四季预估的今年第一季的结果是正确，它是拿来验证，所以它是一个落后的指标，对我来说它是一个落后的指标。好，那所以其实这个对 GDP、哦、开始出现了一个衰退的状况，从去年第四季如果你有看金钱报，你就会知道这个是预期之中、哦、预期之中。那当然针对于这件事情呢，拜登会有很多的这个说法啦，因为他现在面对、哦、这个下半年的美国其中选举啊，几条塔卡莫雷修，你有没有看到他其实变成什么？变成二零战警，你知道吗？二零战警是什么？就那个着火的骷髅头，你知道吗？现在拜登就是那样子哦。哦，那所以现在呢，就是几条塔卡莫雷修哦。那他只能告诉各位，不用担心，我们的经济都还是健康，但事实上 GDP 已经开始衰退。这个衰退不是现在才开始，这个衰退其实从去年的第四季就可以看到端倪。好、哦，就可以看到端倪。那所以呢，其实就目前看起来呢，未来、哦、我们还是跟大家这样子讲啊，以现在目前的状况来说，趋势不会只有一个季度，它至少会连续两个季度以上哦。那所以从整个美国的经济衰退的一个过程来说，大概都还会延续到第二季，甚至到下半年哦，因为通货膨胀的一个关系影响，还是会有一些、哦、比较大的一个压抑效果、哦、所以其实不管。现在看起来好像很好、哦、这个拜登告诉你很好，这个美联储主席告诉你很好、哦、但是现在呢很明确的 GDP 就已经告诉各位它是在衰退。那当然未来大家还可以观察一家公司的股价，叫做这个亚马逊、哦、亚马逊是这个美国股市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零售销售的这个个股，虽然它是挂在科技类股，但实际上对我来说它其实就是一个零售销售的一个通路、哦、它跟这个什么 Walmart、Costco 啊，或者是大润发同等级的啦，只是它是在网络行销、哦、它是从网络出货给大家，所以大家觉得它是科技，来、嗯啊、它的本质就是零售业啊，对不对、哦、所以你可以去看一下这个亚马逊的股价、哦、亚马逊的股价如果它还是持续重挫啊，基本上、哦、就是它还是在往下走跌的过程，那零售销售数字不会好，美国的经济的状况就不会好、哦、所以其实这个一开始我们就直接先跟大家讲，未来在第二季可能美国经济衰退的幅度会更大、哦、会更大、哦、不要有意外。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最近公布出来的这几个比较重要的经济数据、哦、那就是美国四月份、哦、公布了 CPI， 也就是消费者物价指数。那我记得在上个月、哦、我上个月去的时候好像也是跟大家讲 CPI， 对不对、哦、那 CPI 我们上个月已经有跟大家讲过，大家都在猜三月份的 CPI， 好、哦，三月份的 CPI 就是顶点了、哦、那现在目前公布出来，暂时可以先把它看成是一个顶点、哦、因为其实四月份的 CPI 公布出来是 8.3， 上个月呢是 8.5、哦、那其实这个月大家其实预期衰退的幅度应该要比较大，至少在 8% 或 8.1%， 但公布出来还是相对高 哦， 哦，相对高在 8.3， 所以其实它下滑的速度似乎没有像市场上想象那样的快，所以在这个消费者物价指数的部分仍然是居高不下。那居高不下的原因在哪里呢？最主要的还是在能源跟食品的价格，它还是在高档震荡。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能源价格以原油来讲，布兰特原油大概你看它回档修正都没有跌破过三位数，然后呢还没回到100块的整数关卡又拉上去、哦、又拉上去，所以能源价格现在目前就在高档震荡、哦、那你说这边能源能不能操作，我想其实大家 各凭本事、哦、因为至少就我的角度来说都已经来到三位数了，你还想它涨到多少嘛、哦、那所以对我来讲能源就只是去观察它维持在三位数的时间有多久，那它对于通货膨胀的影响就会有多久。那现在目前比较麻烦的是食品哦，那食品的价格现在目前看起来在
这个黄豆、玉米、小麦价格都出现了高档回落现象，但是也没有明显的崩盘的状况、哦、所以其实食品的价格也是都跟能源一样，都是维持在高档震荡。那唯一一个回档修正比较明显的是在金属类的这个金属类的价格，包含像是贵金属、哦、黄金跟白银跌翻了，对不对？那、啊、另外呢，在这个基本金属的部分也跌翻了、哦、那基本金属的部分先跟大家讲，我们等一下再加强定会跟大家讲基本金属，就是中钢、哦、我会讲中钢。那之前我其实一直都跟大家讲基本金属你就不要做，为什么？因为很简单，没有补库存怎么会有需求，你没有需求你价格怎么推升了上去。现在目前的问题不在需求，目前的问题是在供给、哦、所以这一次美联储应该说五月份的美联储的利率决策会议当中，鲍威尔讲了一句话、哦、他其实有特别提到美联储对这一次的通货膨胀基本上是无能为力。无能为力的重点是在于这一次的整个通货膨胀它不是由需求引起，而是由供给引起。这个其实我记得在去年的节目当中、哦、我其实提过好几次，在通货膨胀的时候我一直跟大家讲一定要先搞清楚通货膨胀它是由需求引起。什么叫需求引起？就是很多的钱去追逐供给有限的商品造成的通货膨胀，还是是因为供给不足所造成的通货膨胀，这两个本质是不太一样的。你看我去年讲的东西，今年鲍威尔把它点破，但我相信呢，不是鲍威尔太慢点破，不是鲍威尔不点破，而是鲍威尔去年下半年都在忙活他的这个主席连任的这个状况嘛，所以其实就算他知道他也不告诉市场、哦、所以我想其实在这边、哦、我还是跟大家讲啊，就是有些东西一定要先搞清楚它的本质是什么，你在看的市场的数据才不会顶打。我去年一直在跟大家讲一件事，就是供给端出了问题、哦、那这一次就是供给端的问题造成的通货膨胀，而通货膨胀哦、它的如果它是供给端出了问题，它没有办法透过利率政策来进行压抑、哦、所以其实这一次就算美联储把利息加到 10%， 我相信对通货膨胀的压抑呢还是有限、哦、还是有限、哦、所以这个是一个本质核心的问题。所以透过这张图我们会直接跟大家讲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一次的整个 CPI 的数据在往上推升，除了商品、能源跟食品价格都还在高档之外，另外就是它已经扩延到了一般的服务价格。什么？就比如说你去餐厅吃饭啊，这些跑堂啊、服务员啊，它的时薪在往上跑，那它就代表它的服务价格在往上增加。那对于成本来说，哦，企业的成本来说就是在增加，所以这个地方推升了哦，美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哦，消费者的这个物价指数是透过服务价格的部分在往上推升，那当然这跟薪资有关，哦，这跟薪资有关。好，这个是这一次哦，在美国的这个总经数据当中，大家比较关注的焦点，因为大家都在猜会不会弯头往下，是它弯了一个小小的转折往下，但至于它会回跌到多少，啊，它会回跌到哪里才叫做压抑？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要压抑通货膨胀，压到哪里才算是标准？它的标准在哪里？哦、如果大家想知道可以去找我的总经小学堂的文章去看一看，我已经告诉我的读者了、哦、我的看法是这样子、哦、那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一看。好，那回过头来，昨天为什么美国股市大涨、哦、我想其实对于利率的一个这个定价的过程，其实市场上已经开始出现了一些、这个两极化的一个观察、哦、那我们就来看一下。那上面的这张图卡是这个 Bloomberg 公布出来的美国金融条件指数。金融条件就两个方向，一个是松，一个是紧啊。松就是宽松，紧就是紧缩。你说我以前在说废话，不是，我是要告诉大家，松的时候就会像之前这两年哈、哦，这个股市啊、金融市场啊欣欣向荣；紧的时候就代表没有钱，没有钱市场就涨不动哦。所以现在为什么市场上对于利率的一个看法会稍微比较宽松一点点的原因，是因为上一次在2018年的时候，这个鲍威尔、哦、他为什么要开始紧急降息？为什么？因为上一次当金融条件指数碰到这个红色的这个区间带的时候呢，就代表整个市场上的流动性已经很紧了。
非常紧的过程当中，他缩表做不下去，所以就只好怎样紧急宣布降息，所以他就放弃了资产负债表紧缩的这件事情。放弃了之后就开始宽松嘛，然后就造成了过去你所看到的这三五年的这个大多头的行情，宽松就来了，宽松就来了。那这一次呢，现在在最近这段时间当中，整个紧缩的状况又回到了这个区间带这附近，所以市场上呢就开始预估，哎呀，美联储齁对于利率决策应该不会有这么夸张的一个升息状况吧。所以你看下面这张图，年底之前的这个利率的一个预测已经从过去的 2.8 2.9 甚至将近快三个百分点下降，来到只剩下 2.65。 那如果按照现在目前 1% 的利率水准来说，换算过来，换算过来大概就是不到10次的加息空间，不到10次，我把更精准一点讲，就是不到10码的 加息空间，不到，不到，因为之前说有10次嘛，对不对？会加息10码，那现在呢就不到，现在大概换算起来大概8码以下吧，8码的空间以下，所以为什么昨天美国股市有一些反弹的机会，原因是因为市场上对利率决策的一个这个升息的码数开始有一些放缓的一个现象，所以昨天短期美国股市就有些反弹的现象。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美国股市吧。那美国股市我们就通常我会习惯是看标普500啦，那这个道琼是看工业类股嘛，那纳斯达克就看科技股，所以你要看整个美国股市完整的股市模型，我习惯看的是标普500。那这个是这个Morgan Stanley 他们所做出来的一些这个估值的模型，那现在目前大概就是落在我红色框框框起来这个区间当中啦，那上面横轴是 EPS， 纵轴呢是本益比，横轴是 EPS， 纵轴是本益比，本益比越往下本益比越高，那横轴的部分越往右边呢 EPS 越高，所以其实大家可以去找一下现在的位置点，但是现在大概他们预估模型是落在红色框框框起来的这个区间，就是最悲观跟最乐观。那下面我帮大家揭露出来的就是他们看起来比较悲观的一个情境的模型预估，是到明年年中，中间的中，就是明年的五月份六月份这附近，标普500指数有可能会跌回到3350点，这个是最悲观的一个情境啦，不是说一定会发生。那这个是他们的模型预估，这个状况呢跟大家做分享。那我想其实呢大家还是可以稍微透过技术形态去进行一个观察，我们就来看一下标普500的一个最近的一个技术形态。那当然你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来，这个我想其实大家就算不懂形态，你大概画一画你也知道说这个就是一个头肩顶吧，这个头肩顶的一个形态很明显，而且破线做确认了嘛，那确认也不是只有一两天啊，那都已经跌破好久了，对不对？所以这个头部形态是确立的啊，除非今天一天你把这个颈线站上，就哇，头部全部被攻破。但今天晚上的美国股市能够把颈线攻破吗？一天呢，可以吗？应该有点难度吧。那所以其实以现在目前看起来这个美国的标普500指数来讲，既然有这么样完整的一个头肩顶的一个形态，而且它是超过一年以上的头部形态，颈线跌破做确认，大家可以去画一下跌幅满足。那跌幅满足大波段的一个位置点大概就落在3500点，你没听错，3500点。那我之前在我的专栏当中，在4000点、4200点这附近，我就已经跟我的读者已经有分享过了，然后所以其实这个都早就该空的都已经空完了啦，都已经空完了。那所以现在目前看起来，在整个标普500的一个状况来说，最起码就是跌幅满足就是3500点。那你说要到像刚刚这个Morgan Stanley 讲的这么极端的一个状况，不是不可能不是不可能，就要看接下来市场上对于利率的一个定价的过程去做决定。但是最起码在它还没有站回到4200点这个大颈线的位置上面之前，我们就还是空头看待空头看待。所以这个是这个美国股市的一个状况，我们直接用标普500来跟大家做个说明。那所以大家有心理准备，除非它能够站上大颈线4200点，否则任何的反弹
都是站在卖方，都是逃命坡，都是解套潮、啊、不管他谈的再多都是一样的、哦、所以现在目前看起来要回到多头的这个机会相对是比较低一点点。为什么？因为钱不够了、哦、全球的钱一直不断的在紧缩，一直不断的在蒸发，那钱不够，没有量不会有价，没有价、不，没有量就不会有价，那这个价格要怎么样去挑战高点、哦、这个是大家去深思熟虑的一个地方，所以大家操作的时候一定要小心。那当然如果大家还是要去看说、哎、到底紧缩结束了没有，就看美元、哦、那美元呢，我就用上次跟大家分享的、啊、现在美元大概已经到105了啦、哦、所以上次跟大家分享美元的时候还在101，那、哦、经过一个月之后，哇塞105了、哦、那我们之前有跟大家特别讲过长期的美元指数、哦、那这个地方呢我有一个看法，但是在这边可能还有需要时间啦，但是这边时间不够，那我就跟大家讲、哦、基本上它就是一个长期的底部、哦、对上一个整理形态的突破、哦、那所以对于美元的一个指数来看，我认为它紧缩的这个趋势还没有结束。所以为什么之前我要跟大家讲说投资美元这件事情，我记得在、前两年都跟大家讲的嘛，对不对？光是报美元、哦、已经跟大家复盘过一次，我就不再多讲，但是在这边至少美元的紧缩还是会持续，那美元的需求增加，那美元指数就一直往上跑、哦、那一直往上跑，全球资产资金一直往美元跑，那其他地方就没钱，其他地方没钱就不会有价，不会有价就代表它不会涨，那不会涨那就有可能是往下修正、哦、所以一样、哦、这个资金的流动方向大家就可以看得很明显。所以为什么我一直跟大家讲，光是报一个美元资产你就基本上每天都睡得着、哦、然后看着美元升值你就好开心，然后看着新台币贬值你就好开心、哦、那所以对于整个、新台币来讲、哦、这个贬值的趋势是持续的进行当中，当然还有一些原因、啊哦、那我就在这边直接简单化，就直接看美元就对了，美元在升值，新台币就继续贬，新台币继续贬，台股会继续跌、哦、这很简单的逻辑。所以呢在接下来我还是要跟大家讲，就除了台北股市之外，我们利用台北股市的几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关键的个股来跟大家讲一件事情，叫做时差的风险。什么叫时差风险？这等一下我们在加强定当中会仔细的跟大家讲我是怎么观察这个市场。其实观察市场你根本不需要技术面，你也不需要筹码面，你只要能够了解到时差这件事情，基本上会在让你在长期的趋势掌握上面会更加的有利。等一下我们再加强定，我详细的告诉大家 mega 在哪里。等一下见。啊，各位亲爱的，我是金钱豹的投资朋友，大家好，很高兴有这个机会的话，跟大家一起来探讨哈，最近行情真的是很差很差很差哈，大家辛苦了啦哈。我想我们的理事长的话哈，也一直在跟各位做一个鼓励哈，对这个市场的话哈，在都多所让大家的信心能够有所恢复了哈。我想他讲说台湾的最坏的情况已经过去哈，我记得 COVID-19 那时候的本益比是大概 12.1 倍左右、哦、那这次跌到这个地方比 12.1 倍还低、哦、所以其实已经是最坏的情况已经过去了啦、哦、那如果说通膨一般来讲、哦、可能5、6月份慢慢会控制啦、哦、那如果控制下来的话，我想这股市回温的机会很大，所以这个的话我跟那个理事长所的看法的话是有点类似啦、哦、那我觉得说目前融资也其实不是那么大，所以现在融资的断头对市场的卖压可能比较没不会有连续性的一个卖压了、哦、那通常如果砍了42亿、哦、这么大、哦、短线的话会趋于比较稳定的一个格局、哦、所以原则上我想这个所谓的这个金管会的官员的谈话还有理事长谈话的话，应该对市场的信心恢复应该有点帮助、哦、那我们来看下一页的一个部分。那其实如果说你看二页三页四页美国 CPI 的变化、哦，我们做一个结论，就是说看起来的话 CPI 各项的指标虽然处于高档，
但是哦，在巅峰的机会比较大。那耳后 CPI 不是说一下子下来，但是它会慢慢下来。好，那我们再回到上页的部分，就刚才比较清楚的，你看，其实我们先看，扣除食品能源后，因为这个食品我们真的比较没办法控制，因为黄小玉这个价格是国际波动的，然后能源这个油价的话是国际波动，但是一般都会看核心物价指数，核心物价指数是比较能够去观察去控制的，它对民生比较 有很大的影响，房屋占的话是 32% 的群体，你看房租的部分，以前是因为房租涨太多，但现在房租涨是 4.2%， 2月份是 4.2%， 3月份是 4.4%， 5月份4月份的话是 4.8%， 这代表什么意思？这代表影响物价最重要的关键，它的变动的话是稳定的，是稳定的，但它没有下降，它没有下降，但它占 32%， 它没有下降。那这代表什么意思？代表就是说 CPI 可能会维持高档一段时间，但是为什么我们认为就是说是趋缓往下跌的一个趋势？你可以发现占 4% 这边有一个就是新车，二手车的部分，新车二手车部分，你看这个二手车，在2月份是涨 41%， 3月份的话是涨 35%， 4月份涨 22%， 它下降速度很快。所以我们先做结论就是说 CPI 什么 8.5 啊 8.3 可能会维持一个高档，就是说在 7.9 8.1 维持一段时间，但它的趋势都是往下，8.1 7.9 7.8 它不会说一下子变成 4%， 但是它会慢慢下来，目前所看到各项指标的趋势是这个模式出来。那我们认为就是说我们来看下一页的部分，那下一页你看，这个铜的价格，最近跌破9000块，那也就告诉你就是说原物料如果这样的一个跌势的话，搞不好石油也会跟着跌，因为这需求的问题，石油也是经济成长需求的问题，那需求如果大幅减少的话，铜已经大跌了，搞不好铜也会跟着跌下来，因为美国发现就是说这个油的库存是大幅增加，增加几百万桶，大概400到450万桶，本来以为是供不应求，是增加，所以能源的部分的话可能会率先跌，因为这个铜的价格跌，搞不好黄小玉也会跌，搞不好这个石油也会跌，所以核心的部分是慢慢跌，那搞不好全部的 CPI 有关于油价有关于原物料部分的话会跌幅蛮多，所以你看 FED 这个总裁叫威廉斯，他怎么讲，他说年底会降到 10%， 也许你可能5月、6月、7月、8月这几个月份的话，可能就是 8.1、7.9、7.8 这个附近，但是到了9月、10月、11月、12月的话可能就急速下滑，那时候 CPI 可能就会急速下滑， PCE 的意思的话就是扣除食物、扣除能源的物价指数、就可能会大幅的下滑，因为现在大概是 6.6% 的左右这个水准、那变成说可能到年底的话就下降到 4%， 那明年就下降到 2.5%， 所以这个通膨的一个压力的话、其实慢慢、可能到7月份之后8月份之后下降速度会比较快，但是5、6、7、8这几个月份还在高档、所以我们的标题是写就是说 FED、狂鹰空中叫，就是说会一直叫，因为你维持在高档嘛，可能三四个月 这几个月时间都会维持在高档嘛，狂鹰会空中叫，但是 FED 的动作的话它还是搁置、因为它会认为就是说趋势是往下、通膨的趋势就是往下，没有继续再往上涨，所以搁置家里做、所以会有这种情况，所以现在目前整个联邦、FED Watch、这个的话是专门在做这个所谓利率期货的观察、他认为六月、升息两码有 82.9%， 七月份升息两码有 82.7%， 所以实际上、真的没有三码了，三码大概只有十几个 percent， 所以应该不会恶化、所以升息不会恶化三码、应该还是维持在两码、六月跟七月都是这个模式出来、那我们再看下一页的部分、下一页我们看美国的标普、美国的标普我们看下一页、这个美国的标普的一个获利、这个所谓的这个 6.4、
那个这个大盘的新闻解读，这个我们来对好、哦，不还是上一页，就是等于就是说看那个美国的标普，哎，对，美国的标普的财报哈、哦、上调哈、哦，那也就是说公布到目前为止，虽然这个美国股市一直在跌，一直在跌，一直在跌哈、哦、，CPI 维持高档哈、哦，但是其实这次的财报本来一开始公布哈、哦，预期是成长 5.3， 后来把它调高到 6.4。那现阶段就调高到 10.4， 也就是美国的企业没有想象那么差、啊哦、没有想象那么差、哦、最后公布的话还是比预估更多，那超跌就是利多、哦、台股已经跌了 15%、哦、那原则上我是觉得说因为没有数字可循、啊、但是我的观察的话是在12倍以下、哦、已经最低有降到12倍以下，也就是比所谓的 COVID-19 那时候的话、哦、12.1 倍更低、哦、更低好、哦，那过去的话、哦、常常也有一个模式，就是、哦、外资的卖超其实从过去400亿500亿、哦、变成100多亿、哦、如果继续维持这个两三天、哦、我个人认为可能卖压就会越来越轻，那内资卖的话尤其融资大卖40亿50亿通常是当时的波段低点、哦、不敢是最低点但是波段的低点、哦、所以昨天砍了42亿、哦，那大家会觉得说好，那你刚才讲这么多就是通膨的话好像可以控制了、哦、可能就是在高档几个月时间、哦、但是它是往下降的、哦、那九月之后的话可能就是快速的下降、哦、那推估是这样，所以不会再升息三码以上、哦啊、但是问题就是说大陆还有疫情啊，俄乌还有战争、哦、其实马斯克说大陆、哦、这个解封是迅速解封中，就是说你可以发现还是很严格，那、啊、怎么会这样讲？但是现在确诊的已经增到5000多人、哦、台湾是6万多人的、哦、这5000多人，所以、哦、他人数已经降到这个水准了，所以他随时可以跟你讲说啊，明天解封，明天就解封、哦、他可以很迅速的可以跟你这样讲、哦啊、这是马斯克讲的，所以马斯克 他的观察是这样认为，就是说你不要以为现在很严格、哦、因为现在人数很少哦。哦、只要不要恶化他可能随时马上给你宣布明天全面解封、哦、所以这样的话、哦、其实大陆的疫情这种情况、哦、已经有效在改善之中了、哦、所以没有说一直恶化下去、哦、这对所谓的股票市场耳后的走势的话、哦、其实它是正面的一个走势、哦、那我们再来看下一页的一个部分、哦、我们来看一下、哦、这个所谓的这现在美国在公布财报表、哦、发现电动车的、哦也公布的很好、哦、你可以发现、哦、这个电动车像 microchip 的话、哦、他怎么讲、哦、他说、哦、晶片荒、哦、一路延续到2023年，所以 MCU 这些晶片还会继续缺货，还会继续缺货，你看他的营收的话是创历史新高，第二季挤压的订单非常强劲、哦、这是 microchip 所讲的、哦、那英飞凌第一季的财报表是年增、哦130%是创新高，第二季的营收还是继续成长，它持续在调高所谓的这个财测，你看左边这张图就说、哦、新能源车去年是760万辆今年大概1060万辆我们再看下一页的一个部分、哦、下一页的话、哦、液化半导体、哦、也是车用的，也是车用的比较多，它也是调高它的一个所谓的财测、哦、比原来预估高哦、所以它是调高多少 ?30%, 它调高 30%, 所以它在昨天在今天早上美国股市的话、哦、就是说它的股价是涨 5.59%, 所以你可以发现 microchip, Infineon, 液化半导体最近都是大涨、哦、那全球的电动车的话第一季是200万辆年增率是 70.7%,、哦、所以原则上的话、哦电动车是在美国财务报表公布很好，所以它是对新唐、茂联、台半跟强茂都很有帮助、哦、台半的话今天盘中的话是涨6块钱以上、哦、所以原则上就是因为美国的半导体、哦、的所谓的车用半导体的公司公布财务报表最近、哦、包括像 microchip 液化半导体或者是英飞都很棒很棒，而且公布电动车的话是年增长 70.7%, 所以这是一个主轴、哦、所以耳后还是要看车用半导体的一个股价表现、哦、好，那今天我们大概在所谓的这个普通订的部分的话、哦、大概谈到这边为止、哦、那如果
有什么问题的话，也欢迎随时大家哈、哦，这个提出意见哈、哦。那我想就说哈、哦，大盘哈、哦、会越来越好哈、哦，但是重点的话哈、哦，应该在所谓的这个台积电哦，或者是像所谓的功率半导体的部分的话哈、哦，应该整个反弹的机会的话，应该会稍微比较高一点哈、哦。那最后，敬祝各位投资朋友，请对健康满足注意，谢谢大家，谢谢。